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线上课程的必须价值。那我以前在经营我自己的教室的时候，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你要卖课程是不非常的容易，但是呢要告诉别人说你上这个课程到底值不值得是非常的难的，尤其是像打鼓这一种非要很多的练习的这一种课程哦，就是更难。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想个办法，就是先包装好自己的内心，就是告诉你说到底要怎样的事情呢可以让你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呢。好，我们看以下的 PowerPoint。 我们如果要做这种线上课程的经营的话，我觉得至少要有几个价值是必须要具备，如果说没有做到这几个价值的话，那我们宁可不要做这件事情。这个价值总共有四点。第一个叫做汇聚讲师协作人才，就是呢我们如果搭了这个平台之后，我们会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讲师或者是更多的拍影片啊，或者是甚至写书的人才都可以汇聚到我们这边。我们必须要思考合作条件，或者是我们课程的设计是否让后进者可以学习，或者是认为说这个是有收入会有利益来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提供有效的服务，以下这四个，比如说比看书更有效更方便，比看 YouTube 更系统化或更不受干扰，比实体课程还要便宜，或者是比 MOOC 课程短，节省读者时间。那这四个呢是我们起码应该做到的提供有效的服务，那当然其他呢还有很多可以应用的部分。第三个呢就是尽可能收集会员资讯，那这个的话就是以现在的网站来说，像读者的大数据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以前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平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收集到完整的会员资讯，所以在趁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线上学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哦，可以多收集一些，比方说年纪啊、喜好啦、啊，或者是曾经购物买过什么书、浏览过什么网站这样子的资讯。好，第四个呢，最必须的价值就是应该要慢慢的建立口碑跟信誉，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注意我们在做每一个行为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信誉啊，或者是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声望啊。对，如果有影响到以往正向发展的话，那就值得去做。这四点呢就是我觉得线上课程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见。